现在，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蔡长海董事长、洪明奇校长、李院哲院长及各位贵宾莅临会场。Yeah.
回忆是一段人生的风景，荣耀是付出的成果，而毕业则是人生的转角。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让我们把这些经验和成果化为新的动力，一起勇往直前。紧接着，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恭请洪明吉校长致辞。亲爱的中央研究院前院长，也是我们中国医药大学啊蔡长海诺贝尔奖啊特别讲座教授李远哲啊院士，还有我们中国医药大学医疗整个医疗体系的大家长蔡董事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昭庚董事，还有我们的孙茂峰董事，啊，也前校长哦，也在这里，还有我们在台上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王陆海副校长，还有我们几位，哎，林桃君上来呀、啊，哦，我们是有带有革命感情的，哦，林政界副校长，蔡辅仁副校长，还有我们。啊，台中啊，副医啊，周德阳啊啊，院长啊，还有我们这个中国医药大学校委会啊，林理事长，高雄校友会高哲昌理事长，台中市中医师工会戴志龙理事长，另外我们很高兴今年建校65年，我们有六位。杰出校友今天也都在现场，来自日本的王飞生侨务委员，一所大学许谦啊徐超天副院长，盛昌制药李威柱总经理，台北荣总明金莲主任。还有我们在台上的孙茂峰董事、李正淳院长，各位在场的贵宾，还有各位老师、家长、亲戚朋友，今天尤其是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我们的。毕业生同学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又是六月份了，我们都知道每一年六月凤凰花开，今年没有 COVID-19 啊，还有 COVID-19，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有毕业典礼，很高兴的开这个毕业典礼。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恭喜毕业同学们在父母的关爱呵护，在师长的谆谆教诲，再加上各位自己不懈的努力，终于顺利完成您们人生最重要的学习阶段。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师长，加上各位同学的努力，有一份无形的毕业典礼就展在眼前，那就是各位毕业同学你们的专业领域的胜任能力 10 CAN，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哎，同学们鼓掌啦、啊、各位同学在求学过程中所学习得到的一切，但愿未来都能成为您一副宝贵的资产，将来无论在职场上，在你学术研究的路上，或者甚至于
在你人生起伏的过程之中，希望各位同学传承校训人胜勤廉的精神。在院视病由亲，对自己修己善群，对知识求知若渴，对他人虚怀若谷。这些素养会帮助各位同学将来在一生当作处人的处事的准则。今年的毕业主题，刚刚也提到了，燃烧回忆，绽放荣耀，寓意深远。回忆是我们人生过往的一段风景，大家都会经过。荣耀是各位付出的成果，而毕业呢，正是你人生的一个转角。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让我们各位同学把你的回忆、荣耀化为新的动力，勇往直前。当今天离歌响起，各位毕业同学该出发了。 It's time for you to go。 希望大家继续保持毅力和勇气，坚持自己的理想，去完成各位的抱负。 AI 人工智慧跟数位转型的这个元宇宙时代已经来临了。过去好几个月， ChatGPT 对我们带来相当大的这个冲击。我还记得，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跟你提醒一下，当年林书豪在美国篮球界 NBA 掀起了一阵热潮，所谓的 Linsanity， 那一种台湾人来动到美国篮球拍卡以后，没有，大家都没有想到 Linsanity。 可是最近就这上个礼拜，辉达的 NVIDIA 黄仁勋这个创办人到了台湾，好像也是引起了一波荒 sanity。 大家今天这几天在许多媒体上都可以看到大肆的报道有关他分享的理念，譬如说 Run Don't Walk， 或者别害怕承认错误等等人生重要的哲远。的确，我们都会犯错， Everybody make mistake。 其实 human being 每一个人在你人生的过程之中也有时候会跌倒。那么今天在这里这个机会，个人也跟各位同学分享自己个人过去几个 decade 的一个理念。各位同学，当你毕业之后，在人生过程之中，有一天你跌倒的时候，我不需要你跌倒，但是万一你跌倒的时候， Don't be depressed， 不要沮丧。各位赶快站起来，记得拍拍飞尘，你转一个身又是一条好汉，鼓掌。美国甘乃迪时代的时候有一个登月计划，它让人类踏出一大步登上了月球，使所谓的 impossible become the fact possible。 我记得1962年在美国休斯顿 Rice University， 当时的美国总统甘乃迪也是在毕业典礼，就像今天的这个场合，他告诉所有的毕业生说， 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not because it is easy but because it is hard。 各位，1962年我们没有登月，
一直到1969年。我希望各位同学不要误会他的意思，说，哎、欸，啊，你是叫我一天到晚选我的梦想都选那个 hard， 不是这个意思，啊、哦，我想他真正的含义是，你的梦想是你心中想要达成的目标 ，most likely 是要超越今天的你自己，所以只要你的梦想确定了 ，regardless of what that is， 容易也好。困难也好，你都必须要全力以赴。Only you have a dream, there will be a dream to come true。也就是说，你要有梦想，才有梦想成真的一天。今天在这个毕业典礼，重要的日子，校长在这里衷心的期盼毕业同学们走出你们自己的道路，在各专业领域崭露头角，领先群伦，建立你自己的典范，留下你自己的历史。明天让你以自己为荣，让中医大为你为傲。最后在这里也要祝福在场所有与会的贵宾、师长、全体毕业同学们，以及各位的家长朋友，大家平安、健康，事事顺心如意。谢谢大家。谢谢校长给予毕业生的勉励与祝福。在学习的过程中，校长的谆谆教诲将照亮你我的未来旅途。请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校长。董事长蔡长海博士自上任以来，大力延揽顶尖人才，全力支持前瞻研究，并荣获《远见》杂志2012华人企业领袖杰出领袖奖，引领中国药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2017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跃升前200大，荣登亚洲百大名校，在台湾的私立大学中排名第一，更跻身世界医科领域前200强。董事长也积极投入校院建设，成功争取台中水南新校区，是少见具有学者风范、跨领域的领导者。再来，以热烈的掌声，恭请董事长为我们致辞。洪校长，那我最敬爱的，李远哲李院长，以及林昭根林董事、申茂峰申董事，以及叶纯武前校长，还有校友会林耀东林理事长，以及高雄校友会的郭理事长，还有洪美琪校长夫人，哦，还有各位贵宾、各位毕业生同学们，还有家长们，以及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早。首先我要恭喜毕业的学弟们顺利完成大学的学业，马上要踏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新的旅程。同时也要恭喜各位家长们，你们的孩子是最优秀的一群，即将成为台湾及世界的栋梁。在这里我要向所有的毕业生、学弟学妹们，还有家长们以及老师们致上最热诚的祝贺及敬意。那今天的毕业典礼，
我们特别邀请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李院长来帮我们发表专题演讲。哦，那我要特别提的，我们今年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喜事。哦，刚才校长已经提了，我们的杰出校友林昭根教授，也是中国医药大学的董事，今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位本土中医新科院士。我们是不是鼓掌？那这是母校的光荣和骄傲。那在最新公布的全球顶尖科学家医学健康科学领域，台湾有542位学者进入排名，本校有23位。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的校长洪明启洪教授获得台湾第一。那在学士网站最新发表了2023各领域排名科学家，洪校长也在医学及分子生物学两个领域同时获得台湾第一。那希望同学们能够以他们的卓越成就和生命高度为典范。中国医药大学在董事会的支持以及洪校长的领导及全体师生同仁的努力之下，我们受到国际的肯定。那我们荣获2022年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全球第229名，全台湾第二，私立大学第一。在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2023年世界最佳大学排名，名列全球第265名，全台第二，私立大学第一。同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了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终身科学影响力排行榜。校院共有75位研究学者入榜，展现我们的实力。为提供完善的医疗服务，我们持续扩展医疗体系。目前在台湾北、中、南共有6家附设医院，提供高水准及高品质的医疗服务。在这边我要特别台中总院的周德阳周院长，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掌声，谢谢他。面对全球科技的快速发展，创新及数位转型是刻不容缓，人才的需求也很迫切。因此我们结合教育、医疗、高科技，发展数位教育、数位医疗、数位产业。那我们也和Amazon Web Service 合作成立云创学院，培育云端优秀人才，发展智慧大学及人工智慧医院。那今天我要特别祈勉毕业同学们，一定要保持终身学习的精神，激起创新和追求卓越。那你要积极创新，一定要终身学习，积极思考，才可能有创新。那人工智慧 AI 及目前最热门的 ChatGPT 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全世界，甚至将颠覆全世界。我在6年前就激起希望校院发展 AI。 那我那时候就讲，不懂得 AI 的企业个人一定会被懂得 AI 的企业或是个人淘汰。那希望同学们能够
保持终身学习，拥有一项技能，现在拥有一项技能已经不能符合职场所需，无法适应 AI 时代的新工具新应用，那如果不懂即将会被取代被淘汰，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学习新的事物，跨领域高效率的学习，让 AI 成为助力，让自己与时俱进，成为跨领域的人才。面对全球化、知识经济、资讯科技的时代，到处充满机会，可是也充满挑战。哦，这是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创新力的竞争时代，也考验着各位是否有迈向世界的雄心。我希望你们能够创新改变，并追求卓越，不只追求个人的成就，也要有更远大的抱负和责任，为台湾及全世界的人类服务，做出伟大的贡献，成为世界的影响力，同时也要拥有一颗关怀的心，帮助别人，让台湾和世界变得更好。中国药大学将持续成为台湾人引以为傲、为全世界服务的大学、医疗体系和生医产业为目标。我也期许同学们一定要抱着终身学习的精神，积极创新，追求卓越。那希望同学们，你们今天能够把学校当作是一种荣耀，踏入学校是把你们当作荣耀，引以为傲。那我希望你们毕业以后，欢迎你们随时回来看看，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阵容，和我们一起携手打拼，共同圆梦。最后，我要祝福所有的毕业学弟妹们展翅高飞，鹏程万里，在未来的人生岁月中持续成长，幸福快乐，努力奉献。最后，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谢谢大家，谢谢。让我们以热烈掌声谢谢董事长。未来学校在董事长的带领之下，必定会有更浩瀚的突破。毕业专题讲座，本届毕业典礼非常荣幸邀请到世界级的研究典范人物，中央研究院李苑哲院长。李院长是世界知名化学家，在1986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台湾人。李院长自97学年度开始就活跃担任中国药大学校务咨询委员会主席，另外还荣获美国国家科学奖、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法拉第奖等数十项荣衔，近日也获颁本校蔡长海诺贝尔讲座讲座教授。在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对提升国内学术水准、培育精英人才、厚植高科技发展实力，对台湾社会进步有着极深远的影响。现在，请以热烈掌声欢迎李苑哲院长为我们进行专题演讲。文校长、蔡董事长，刚才听到文校长的这个鼓动心弦的话，很受感动。蔡董事长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我记得在贵校，我不应该叫贵校，我是学校的一份子了。我在本校，当资源会的委员的时候，董事长常常说我们要努力进入世界百大，
我说不要包，北大挂在心里，我要办就要办最好的大学。而且这几年之内，我们看到了中国医药大学真的是有长足的进步。蔡董事长是很少能够把理想一步一步的付诸实现的人，我在这里啊表示对他的敬佩，也要对中国医药大学这几年来的进步表示致贺。今天在这里看到很多毕业生，我就想到64年前我跟你们一样坐着得到学位，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只有两个梦想，第一个就是要成为优秀的科学家。也看到台湾社会的变动，第二个志愿也想到要跟志同道合的人打造美好的世界。我说坚持的这个理想啊往前走，说以前的事情不管，要成为好的科学家，跟志同道合的人打造美好的世界。到了1662年，我在清华大学得硕士学位之后出国留学，飞机起飞之后心里是非常的不安，看到父母亲到飞机场送我，看到那时候落后的台湾政治上也受压迫，学术水准也不高，经济情况也不好，所以飞机起飞的时候我还没有到美国就想回家了，一直想着说赶快学生回国与家乡父老同甘苦，我就回去就回过去了，流着眼泪要赶快回来，赶快学生回来跟家乡父老同甘苦。在美国时间过得很快，在研究上我确实是很努力，也做了不少好的工作，也得到了很多名誉。不，我常常跟很多位讲啊，我得了什么奖什么奖什么奖我都忘了，也得了42个名誉学位，我也忘了是哪个学校。但是这些东西是跟着你来的，那无可厚非，但是这不是追求的一件事。那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你们可能觉得很难以相信的。我1986年拿诺贝尔奖，回到家里，妈妈看到我，很不高兴，很不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妈妈不高兴吗？我在85年的冬天，我回台湾的时候，妈妈就说：“远哲，听说你做得不错，你会得诺贝尔奖的。但是这么久了，你为什么没有得奖？”我花了2个小时告诉我母亲说：“我在做什么样的研究？做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最不错的，人家看不见分子的碰撞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产物的这个 dynamic 我都了解。但是我告诉我母亲。”我们做的这个研究是不会得诺贝尔奖的，花2个小时告诉我母亲我是不会得诺贝尔奖的人。所以他听到第二年听到我得了诺贝尔奖，得奖经过台湾，我母亲说：“你为什么不能对我更老实一点？”我说我根本不晓得是这种事。不过我说这些啊名利的事跟着你来的，你无可厚非，这不是追求的对象，这是我一点要大家讲的。我们追求的是真理，追的是学问，这些跟着来的不是那么重要。我最近我回台湾这么久了，做了不少事，但是
最近到医院看医生，医生都问我说：“远哲，你好像得到了忧郁症哦。”我说：“没有，我绝对没有忧郁症。但是为什么每次我看到你脸上都带着忧郁？”我就告诉他了，我的忧郁是因为看到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对人类未来的影响，这个事情，我当做一个科学家，心里面觉得非常不安的。可能有人记得，在50年前，模拟想飞这个 supersonic transport 超音速的飞机飞得很高的时候，科学家就说不行，这个飞机飞得那么高。引进的温度那么高，会放出一些一氧化氮，一氧化氮会破坏臭氧层。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太阳把我们带来的，太阳给我们能量。地球冷却下来之后，太阳给我们的能量跟地球放出能量是一样的，所以保持一定的温度。太阳光里面，紫外光。跟真空紫外光波长很短，能量很高，能把化学键断掉，是对生物有害的。但是大气层的氧吸收了这些紫外光产生的臭氧，而把紫外光都吸掉了，所以我们是安全的。但 Boeing 的这个事情，人家就说要小心。产生一氧化氮，可能把臭氧层破坏掉了，会影响我们的生存。而这到后来倒不是重要的，但是过一些时候，我的朋友啊，Sherry Rowland、Kristen 跟 Molina，他就说：“哎，现在大家用葫芦碳化合物，全世界都有这葫芦碳化合物，这化合物一旦到了高空。”紫外光就把它破坏，产生氯原子，氯原子就把臭氧层破坏了，所以葫芦碳化合物继续的使用会危害人类的生存。这个事情经过科学家的验证，政治家的动员，在 Montreal 有一个 protocol 说，现在开始我们要用取代产品。葫芦碳化合物里面要有氢，能够在低空就分解，就不会危害到 ozone。这种事啊，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正在做的事，对人类社会将会有破坏。科学家了解了，找到了对策，解决了。但是今天我们还面对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大家都知道，全球暖化这个事情，全球有共识，联合国都通过了一些这个同意书，说2050年二氧化碳要零排放。我们的温度不能升到1.5度，大家很努力，很多国家说，好的，2050年零排放，我们的温度不能超过1.5度。我有一个孙女儿，她在夏威夷念高中，有一天老师叫他们写论文，讲这个全球暖化有关的事，她就跟她的同学说。你们不要担心，我的爷爷在努力，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然后他说我的爷爷很能干，他做什么他能都能解决的。然后他就问我说：“爷爷，你在做的事就是要我们把我们带到更美好的世界，不是吗？”我就告诉他，那个并不是他想象那么理想。我们讲的1.5度 C
零排放的世界是很糟糕的世界。如果我们不做，温度上升得更高，上升到工业革命前的3度，那人类生存的可能性就很少了，一大的变化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我们空间没有，时间没有多少了，但是我们走的方向1.5°C 零排放，这个确实是不好的世界。那孙女儿是不能谅解的，她本来都有很大的尊重，说我的爷爷很努力，他为了我们的未来，真正的是很努力的，希望能带给他们美好的未来。但是他才了解，他的爷爷很努力，努力要带来的世界是不理想的世界，这是他没办法接受的。我也没办法接受，全世界都接受了。2015年，在巴黎的 COP21，大家都说，科学家讲的是对的，我们要行动，要二氧化碳要减量，温度上升到2°C，最好是1.5°C。然后说，有钱的国家每年要拨1000亿，帮助还没有过度开发的国家往比较好的方向在走，没有走得很好，说2020年要检讨。所以今年我们已经到了2023年，我们政府说，我们的这个立法院通过的条例说2030年要减到20%几，这样走的话走不到的，2050年走不到的。我就是很担心很伤心的，就是我们很多事情没有面对现实，这个是全球的问题，要全球合作才能解决的。你如果住在澳洲，说我们靠阳光，澳洲每平方公里才住4个人，台湾住640个人，我们的他们的200倍，也是，也就是我们能够接受的阳光是他们的1/200。他们容易解决，我们不容易。那我们就要买阳光，把阳光分解为，把阳光用来分解水，把氢带回来，我们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就是说，以前台湾经济的发展是把化石燃料无止境的引进，用完的话是燃料产生出来的二氧化碳做无止境的排放，我现在不行，这样走不通了，所以我们要拥有绿能。但是在人口密度那么高的地方，我们要节省能源的效率，做知道吗？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矛盾，现在的年轻人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么说，少子化危险，但是不是说我们每平方公里住640个人，要减少一些，不是很好吗？人口老化，你不是说大家活得健健康康，能够继续工作，不要50岁、55岁就退休，不要60岁就退休，70岁还是要努力工作，那个人口的增长啊，不要让它老化。少子化可能也是好事，这些社会的变动好像大家还没有抓紧。前些日子那个长老会的高牧师，他有一天看到我说，李教授，你我小时候晚餐都是一家人，祖父母、父母还有些姑姑一起在一桌吃饭，那时候常常晚上要讨论很多有意义的事，所以现在发动叫做餐桌文化，台湾的餐桌文化，说每个家庭都有一个餐桌，再有吃饭的文化。我告诉高
告诉明医师，现在不是这样子了，大家庭已经没有了，都是在工业化的小家庭，小家庭里面最多有姐姐、妹妹，或者是两个小孩子了不起了，小孩子会来 7-Eleven 买个便当就去补习了，你餐桌文化是办不到的。所以我那时候也说明说，为什么我们推动社区文教学会是取代大家庭的，是小家庭，小家庭不能好好培养一个小孩，所以我要社区的合作，是非洲人常讲的一句话。不，我刚才讲的这些话，就是我们社会的转变，大家全世界有的共识，我们政府在做的，不是带给我们美好的世界，我们不要幻想着，我们不要说我们真的做到零排放，我们真的是保持到1.5度C，这不对的，这个打破掉，这个打破掉，要有更高的理想，跟更迫切的行动，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刚才讲，我孙女儿本来对我很尊敬的，但是我告诉她，爷爷的努力，我们的努力，1.5度C，零排放的世界是更糟的。他现在的结论就是说，我爷爷的努力是要把我们带到更糟的地方。我说确实是对的，不努力的话，你们也不能存活更快。但是我们要做得更好，怎么样做得更好呢？当然，对台湾做出贡献的话，人口要减少，消耗要减少，production 制造。消耗要减少，每个单位都可以做到节能减碳的工作。但是大的方向，台湾人口每平方公里只有600多位的这个事实啊，我们要面对。所以上次我碰到我的一位女生，在加州大学San Diego当教授的，她说：“远泽，我现在是一个干净的人。”我说你什么干净法呢？他说我家很大，屋顶上都是太阳能板，他用的所有的电跟他的汽车用的电动汽车都是太阳能板给的，我再也不产生二氧化碳。他问我说：“李院长，你在台湾做得到吗？”我说：“我做不到，我要搬到加州做就做得到。”而这个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但是我说，我们如果加拿大买电，要买阳光，澳洲买阳光，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所以我说，我们面对的问题是非常国际化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另外，我们也应该了解我们社会的转变，从某一个角度看。人类社会是过度开发，地球承受不了，叫做过度开发。单单从科技的眼光看，我们也要能够把阳光转化、储存，让世界分享。这点做不到，我们也不能够永续发展下去。人类的永续发展，这个"永续发展"这个四个字。提出来的叫做 Brundtland，一个挪威的以前的总理，他就说，永续发展是我们这一代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不影响下一代的需求。开会的时候，非洲人就说，满足你们的需求，美国人的需求还是我们的需求，我们这个差10倍啊，美国食物的消耗跟非洲人是差10倍。这个时候，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不影响下一代的需求，下一代
还是像美国一样每个人开一部汽车吗？他有很多很多的疑问，这些是我们要解决的。我在这里很高兴的告诉各位，我在70年代开始做这个中国医药大学的咨询委员会，到现在看到蔡董事长把理想一步一步的实现，我就觉得至少有希望。也许蔡董事长、洪校长带领下，中国医药大学带头，真正替人类打造美好的世界，而不要相信书上讲的、政治上说的。我说一个科学家如果不能告诉老师说老师你错了，只是拼命的学，你变得好像有学问，科学不会进步的。只有有一天你告诉老师说老师你错了，你错了，我发现的东西是真的新东西，那一刹那间科学才进步的。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不要只听某某高位的人讲，我们就要好好的检讨，人类正在往坏的方向走，我们要纠正过来，要大家要努力。所以今天你们毕业生走完了人生的第一段，下一段应该是不一样的，这一段的经验应该有帮助，但是我们真的要打造美好的世界，而不是走向不好的方向。好，让大家来努力，也恭贺各位完成了这一阶段的学习，走向新的一段。谢谢各位。谢谢李远哲院长带来的精彩演讲，请院长留步。接着恭请蔡长海董事长致赠礼品。谢谢董事长及院长，再次感谢院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Thank you.
学孙茂峰董事。杰出校友，推荐应届毕业生，请引用伦研究生事务长向洪明奇校长推荐应届研究所毕业生。中国医药大学111学年度应届毕业生暨硕士班陈应慈等共276名，博士班朱永瑞等共79名。以上学生在校修业期满，准予参加毕业典礼，是毕业资格审定后再授予硕士、博士学位，谨郑重推荐谨诚校长、研究生事务长于永伦，中华民国112年6月3日。谢谢研究生事务长，也请校长留步。请许慧从教务长向洪明奇校长推荐应届毕业生。中国药大学111学年度应届毕业生暨大学部梁永朝等共1171名以上学生在校修业期满，准予参加毕业典礼。是毕业资格审定后再授予学士学位，谨郑重推荐谨诚校长、教长、学从，中华民国112年6月3日。谢谢教务长及校长，请校长留步。接着，请洪明奇校长为各院研究生代表授袍。医学院谢博凡，
生命科学院许正宇。与祝福，剥穗的穗代表麦穗，而剥穗的意义就代表麦穗已经结实成熟，象征毕业生们如今大学有所成，比翼丰厚，可以展翅高飞，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再次恭请校长为各学院毕业生代表剥穗与授学位证书。中医学院赖恒如。
校长，请校长回座。光阴飞逝，求学的时光到了尾声，今天象征着一个崭新的开始。再次恭喜学长姐们在人生旅途中迈向新的里程碑。颁奖，颁发年度研究生奖。恭请李远哲院长来为我们颁奖。中医系博士班李嘉玲。与复健科技产业博士学位学程叶子明。健康科技产业博士学位学程林玉琴。博士班陈兆选。中医学系硕士班硕士班李佩璇。制药硕士学位学程陈家军。学位学程张佩如。生物科技学系硕士班陈美莹。
健康创新硕士学位学程胡佑轩。学系高嘉瑜，职业安全与卫生学系蔡佩瑶，检验生物技术学系蔡竹恩，药学系侯奈国，医学系吴玉祥，物理药用化妆品学系陈新宇，生物医学影像及放射科学学系吴代莲，生物科技学系梁永朝，医务管理学系连文明，谢谢董事，也恭喜以上获奖同学。颁发品德优良奖，恭喜孙茂峰董事来为我们颁奖。医学检验室。
校暨中六资源学系卓宗景。君汉，
习途中景。谢谢叶前校长，也恭喜以上获奖同学。颁发体育优良奖，恭请王卢海副校长来为我们颁奖。公共卫生学系王淑怡，白庭贵，
毕业生致辞。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生物医学影像暨放射科学学系詹君杰学姐致辞。董事们、校长、各位嘉宾、各位师长，还有在座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生物医学影像暨放射科学学系的詹君杰，很荣幸今天能够代表应届毕业生在这里致辞。首先，恭喜所有的毕业生们顺利毕业了。在大学的这几年里，有快乐，有悲伤，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美好的事物。不管是在北港、英才或是水南校区，每个地方都承载着我们的学习历程和珍贵的回忆。四年前的夏天，我们满怀期待地进入校园，但或许没想到的是，一开始必须到北港度过一年的时光。在最淳朴的乡村中，一眼望去都是绿油油的田园，处处散发着花草清香味，吃了很多偶一系的在地小吃，这些视觉、嗅觉以及味觉的想念将永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时光飞逝，一转眼就回到了台中。感谢学校在英才提供的交通车，它成为我们往返水南校区的便捷之路，让我们能够更加自由的学习和参与各项活动。英才校区旁的一中商圈更是为我们提供一个大考后报复性消费的购物天堂。当然，还有水南校区，水南校区的新建筑更是美不胜收。它那独特的风格，对于风向感较差的我们来说，仿佛置身于一座宏大的迷宫，非常适合三五好友一起在这边玩躲猫猫，共同体验探险的乐趣。在这个学校的几年里，不管活动也好 ，K 书也好，我们一起做了许多看似不重要，但却又花费大量的心思和努力去共同完成它。我们经历了许多的挑战，克服了一切，成为了今天这个优秀的毕业生群体。在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我们成长路上一直帮助我们、支持我们的人。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家长。无论我们身处何方，你们始终是我们坚实的后盾。你们的爱与关怀在我们的生命中绽放，让我们有勇往直前、追逐梦想的勇气。其次，我要向所有的师长们致以最深切的谢意。你们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指导者和启发者，传授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知识，总是刺激我们的神经元，是我们建立自信和与世界接轨的重要基石。当然，还要感谢那些口口声声说没读书，但考试却拿很高分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刺激，成为我们在大学里持续前进的动力。也谢谢你们，在我们遇到挫折或是情伤的时候，陪伴在我们身边。你们的存在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温暖。毕业是人生中重要的时刻，毕业是告别过去，迎接新的未来。我相信，即使毕业了，我们仍然能保持对未来的初衷和热爱。也千万不要忘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就像孙医师所说过的，一千元就算揉烂了、踩脏了，它依旧还是有一千元的价值。所以，不管未来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或是困难，都要相信自己，勇敢地追逐梦想和奋斗。最后，我要向所有的毕业生们表示最真诚的祝福，希望你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把每一分汗水化作收获和成就。也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支持帮助你们的那些人。祝你们一切顺利，前程似锦。谢谢大家。运动医学系硕士班陈宏宇学长致辞。董事们、校长、各位师长、各位嘉宾、家长及毕业生，大家好。好。感谢大家出席今日的毕业典礼，
我是运动医学系的陈宏宇，很荣幸能代表这届硕士毕业生发表致辞。曾经有位长辈与我分享，念硕士学位是学习如何当员工。相信经过硕士学程的洗礼，大家都深刻体会其中的刻骨铭心。人事物，人事物，面对教授，面对学弟妹，面对受试者，培养我们人与人之间应对进退的能力。凡事必须亲力亲为，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资料搜寻、文献回顾、实验规划到研究数据统整，再再培养我们逻辑思考及问题解决的能力。恭喜各位，我们不仅从种种的挑战与困难中坚持了下来，我们也浴火重生。回顾短短两三年的硕士生活，我们可以体会到它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说这是人生的缩影，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其中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却是非常真实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执行实验的过程中感到遥遥无期，或在撰写论文的期间曾感到迷茫不已，当下的心境、当下的情绪或许不堪回首，但如今回首这些经历，我们可以平静地告诉自己，一切都是过程。没有永久的乌云，波云总能见日；没有绝对的黑暗，否则终将太蓝。怀着感恩的心，感谢我们的师长们在学习过程中给我们指导和鼓励，他们的智慧和经验是我们成长的重要支柱。师长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并在学术领域中不断成长。感谢亲朋好友在荆棘之路的温暖陪伴，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们坚持下来的动力，他们的理解和体谅使我们感到被爱和关心。无论是在压力山大的考试时期，还是在论文写作的艰难时刻，他们始终在我们身旁给予支持和鼓励，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更感谢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能莫忘初衷，始终如一。在硕士学位求学期间，我们经历了许多挑战和困难，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以自己的毅力和决心战胜了困难，并取得了今天的成就。现在，我们即将迈入人生下个阶段，让我们一起感谢过去，珍惜当下，放眼未来。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学长，请学长留步。也请君杰学姐再次来到台前。各位毕业生，请起立。请向后转。家人是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力量，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们。让我们一起谢谢我们的家人，敬礼。谢谢爸妈。请全体毕业生再向后转。让我们以最诚挚的心，感谢在求学路上为我们指引方向、带领我们成长的师长们，向师长们行谢师礼，敬礼。谢谢师长。全体毕业生请复位。再次谢谢宏宇学长与君杰学姐对毕业生的祝福，也麻烦台上师长跟随青山大师的引领移步至第一排就座。
在今年获得中区第一的亮眼成绩。而在这光辉岁月中，我们回顾过去这段充满回忆的时光，述不换心意的故事，在这特别的时刻，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契机。杰出校友，他们是典范的代表，他们的成功经验成为我们追求卓越的榜样。丰富多元的社团发展历程，亦是体现学校承先启后的精神。最后，让我们展望未来，为学校及莘莘学子的明天共同努力。
原本洁净的白纸，在青春墨笔下挥洒点缀，如今已经成为一架架缤纷绚丽的纸飞机。
希望学长姐们带着我们的祝福翱翔于万里的天空。最后再次感谢所有与会的贵宾与家长们共同见证全体毕业生的骄傲与荣耀，祝福学长姐们释放青春的心愿，展开五彩的翅膀，在未来美好的日子里更加茁壮。相遇相聚是情的开始，相分相离却不是情的结束，凝聚着无数美好瞬间，都被载入我们青春的记忆里。生命的长河中，留不住的是年华和往事，留下来的是梦和回忆。大学时光蓦然逝去，社会纷繁的日子悄然而至。六月的阳光格外灿烂，六月的校园充满伤感，多少个日日夜夜的相伴，毕业就要离别，友谊不会消散。用快乐将幸福装扮，用思念扣动你的心弦，祝福学长姐们的理想都一一实现。欢笑与泪水见证了你们的心愿成长，记忆伴随歌声唤醒了心中校园最美的收藏。在这里我们仅代表学弟妹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福学长姐们鹏程万里，前程似锦。毕业典礼在此圆满落幕，很高兴担任今天的司仪为大家服务。离开时不要忘记自己的随身物品，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大家。Thank you.